四只脚哦，还有大家桌上的八根的那个叉烧，还有两颗眼睛，两颗眼睛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先建议从头开始做起，这一颗是头，我们可以把两根叉烧把它插，上面有两个洞是往上的，把它插上去，它就是那个，就是它的耳朵。眼睛是整个步骤里面最需要用到白胶的地方，把它粘紧。刚开始可能会粘不太紧，会容易掉，所以不要让它掉了。或者是大家做完之后到外面去参观其他的活动的时候，会不小心会掉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不会说出去之后发现说它会把鸡尾，把鸡尾皮了，它其实在头上。对，那就是它的头下面有一个洞。插那个叉烧，跟脖子也相连接。那脚呢？脚就是四只嘛，四只个别插上叉烧，然后组合成就是这一只。所以算很简单，但是因为它算是比较粗糙啦，所以它那个叉烧跟那个洞有时候会比较紧，不好弄进去。那我们会建议说，可能用手把它转进去，不然的话就是它会把它插进去之后，然后反向压这个钩子，可以让它比较可以插的比较深一点，这样组装会比较好组装。基本上这步骤就是这样子，应该还 OK 啦。OK。可以的话。